看到这个吗？又是一个 achievement 了。今天呢，有一个很期待的活动，看到这个吗？Yes， 我们现在呢就要去参加迪奥的活动。如果到现在就是你们都有看到很多啊小红书啊，或者已经很多人去参观了，对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参观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会 all the way 呢下到 JB， 然后在下 JB 之前，我们还会有多一位同伴，你们现在应该猜得到他是谁，就是我们常常都一起的。参加这个活动呢，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兴奋，因为被品牌方邀请，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 achievement 了，很开心，对吗？对的，没看我期待拍东西了。他现在等我讲完他想要拍东西。那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等一下会穿的 outfit， 因为呢我现在穿着睡衣是因为刚刚我在拍一个 content，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那个 content 来，现在我们去接我们下一位 guest。 你也太爽了吧，直接穿睡衣。哇，你这长哦，哎呦，整个长版吗？这个梦回，你不觉得很像演古装吗？哦，好像梦回2018年。有味道的，也很烦呢。已经到了这个 Dior Rivera， Dior Rivera， 我是记错名字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里真的超漂亮的。Is it all the way from KL？ 对。Oh my god！ 他们就是很精心的筹备这整个 event， 就是大家不管是 waitress 还是 chef 的，都是从 KL 下来的。这是我们的座位。哇，这个 ceiling 呢，全部都是由自己弄的。这个桌子，它是雕刻的哎。这是没有这种东西的。哇，好有钱哦！天哪，这个东西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哎。看。饮料，然后一份15哦，我好想知道那哦，卡比尔550一份，好可怕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这个 I think 是 set menu 啦， fine dine 这样的感觉，就一份300多。我觉得这种 fine dine 好像300多块是算正常价钱吧？算正常。其实讲真的，你出去火锅一顿就300多。对。先喝可可奶，因为真的太热。哇，凉，超凉超凉。我们的第一道食物到了，给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西索达。那这个前辈其实你们上网找可以找到，它是在这个湾南公园洗澡的时间，我觉得这前菜哦，喝一点这个蛋的，它那个饼皮哦是用油葱去跟它一起做结合，所以它那个油葱味超级香，整个又超级脆，我觉得那个很好吃。新鲜。然后刚刚呢，我们就问这里的负责人，到底大家要想要来的话要怎么进来？他讲呢 ，cafe 的部分已经 fully book 了，这整个东西都8月6号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你要进来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办法，因为呢，它隔壁就是 retail shop， 如果你想要过来的话呢，拍拍照还是怎么样，你可以 book 这个 retail shop， 这里。你 online book 了，你是可以机会进来逛家街，然后在这边拍拍照，可以试试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去到 cafe 这个地方啦，因为人流走动很快一下的，其实。Thank you。这是chicken breast。Oh my god！ 笑不出来。没事，他们这种应该会煮啊，比较
像是那种马来人阿三板，不知道这个球球是什么，应该是火腿，也不是火腿多，整个开胃好好吃，猜猜看，我吃了也是嫩 ，Oh my god， 你们猜猜好吃吗？很好吃，阿哈鱼，不然就叫。很硬的哦，而且它的鱼是那种很嫩的，这是它的鸡肉。嗯，哦，好好吃。它很熟悉，可是我想不出来味道。而且它的酱哦，一开始是酸，后面是甜的，很神奇的。啊，它鸡皮是用炸的，所以它脆脆的。嗯，自己的品质是差到哪里去？这很嫩啊。我们只看分数，做事十分到八分。哇，极高的评价，八分，鼓掌。很好吃。哎，这个很好。Wait a sec。你可以不要往那边这样 low 吗 ？Good, very good. One, two. 哇 ，Amazing. 哇 ，chocolate 呢 ？Try 一下这个 chocolate。哦，感觉是。嗯，好吃 ，special， 它有点酥酥的感觉。哦，好像有探烤过，不是来过 decoration， 是有那个方向，像探烤过的这种东西这样。嗯，它里面有一个 crunchy crunchy 的小饼干，是日本的。对啊，我现在要给你们收一下我的整个。outfit， 忘记给你们看我的 outfit 呢，是 Dior 的最新 collection。然后呢，手上的呢也是 new series 的款式。如果你们要看更多的，其实可以来到它隔壁的 retail shop， 跟前面的 retail shop 都是可以看到最新 collection 的东西，很好看，真的。其实这里呢有很多很多 spot 可以拍，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整个沙滩的风景，这里还有偏绿植类的，很好看呢。大家想要有不同风格的照片可以来我自己拍。然后它这样子两边呢，其实哦，如果你有带多一点衣服哦，很好拍的。他刚刚有告诉我们两个 secret 的 spot， 就是这棵树后面，这里后面呢他讲有蛮好看的，所以呢我现在带你们一起看，因为我还没有来过这里。哇哦，我知道了，它这里有一个荡秋千的小地方，这里就是有一个小的秋千，好棒哦。这里呢有太阳的 spot， 超漂亮。然后 even though 你不要拍那一边哦，它礁石这里哦也非常的有感觉，看到吗？这边有点远，你是站在人中间，然后你拿一个远的 spot 也是很好看。天哪，这集怎么那么适合书生改改？好久没有跟大家介绍 spot 来做书生改改了。还有一个小地方也是 secret spot， 就我会带大家看哦。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做到这个 level 哦，真的很 proud 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都是在国外才能有的，今天来到马来西亚，竟然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很 chill、很 vibe 的地方。呀，大家，马来西亚是可以的。这整个的东西呢，他们只花了3个月就筹备好了。你想象一下，这些雕刻啊，这种东西3个月就处理好了，觉得真的很吓到我。而且我刚刚有问他的 team 有几个人，他讲他的 team 包括嘎嘎10个人而已。想象一下，10个人可以 handle 全部这些东西，真的很强很强。好，现在带你们去一个 spot 是蛮 chill 的，它是经过了这个 retail shop。隔壁了过后，然后沿着后面走，这里呢 spot 很美，而且哦，你大概可能3-4点来，其实你可以拍照拍到一些阳光射在脸上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种专业摄影师都会拿来用的一种，知道吗？有时候可以用这些小技巧来让你的照片有一点不一样。现在要去努力拍 content， 这里太好拍了，我们这节100分，收工的人类，他收工了，我还在拍着，100分。真的直接黑一个度哎，好可怕啊这里。所以各位来哦，记得要涂好防晒哦，这真的不简单，又有海水又有海风，又再加上那太阳，你 confirm 黑。又要来 PK 乒乓球啦。哇，他想下水了哈，好风，哇很美耶。有没有人用挖式的啦。
就至少是我眼睛去了嘞，就是要上来甩水那种感觉吗？在逛逛的同时，想要进去 retail shop 看看一些 accessory 或者包包。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，是可以秀的，因为平时你进那个店，它是不给你秀的。你看这种就很漂亮，这种小小个的就很精致。哎，我戴的是这个，好像是。给你们看这里的 design 都蛮好看，而且它这个刻雕的真的很漂亮，看这一整面墙都是雕刻着宝宝的。这个人加水，然后围着一个围巾。New fashion。天暗了嘞！天暗要干嘛呢？当然是打麻将啊！耶！天暗了，没办法拍空天了。我要回来啊！我们才刚打吧，这个女人就给我拿狮子飞。我们把那个鸟变成飞，她是这样拿视力啊！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。切！切！切！怎么了你？我要做牌，视力飞。你可以神志清醒一点。我们来到酒店吃东西，听说是泰式哦。米奇又跟米男友好像已经到了。耶！耶！你要跟我讲，我要做一个主题给你。因为我记得是黑的，不是我喜欢的。哎，这里有胡萝卜，哎，嗯，为什么是？他买的白酒米食后，他跟我讲很甜，肯定甜。甜度。你要最甜的，太高了，是冷了哦，但是还是脆的，没有，超神奇的，因为人家一啃就敢吃这种东西。因为 Ruby 啊，那个每次有那个 jackfruit 跟那个红色的，然后椰子，嗯，哇，这个人一大碗，哎，你拍到这样吗？看到怎么办？我不管，这不肥耶。可以啦，他吃甜品，抓包他。耶，我们食物上桌啦，我们叫了五道菜，我们叫了红羊汤、酱八糕，还有我的菜。我会坚持一clean的。那什么菜？哦，哎，还什么菜？还什么菜？它东阳贡哦，全部都是虾味。是好喝的。哇，那算是龙虾啦，不算，这叫什么？真的是很大个。哦，新鲜。Let me try the 说不好，说不好喝。看起来好吃。到底是要点多少 ？Oh my god！ 这个虾看起来就是超新鲜。哇，看起来很短。很好吃。超级新鲜。哇 ，OK OK。这个餐厅是 approve， 很好喝。我们的 deal review 短暂旅程结束了，这个背面可以拍。去拍阿脸，去拍阿脸。他把我的 hotel 鞋弄坏了。今天整个 trip 都很好玩，也很 enjoy， 希望有多多这种 trip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跟大家 say bye bye。